嗨，各位学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Teacher Karen。今天 Teacher Karen 又要教你们做手工了。今天的手工我们会做这一个黑夜的天空。黑夜的天空有什么呢？有月亮，还有就是有星星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手工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做手工，先打开材料包，把黄色小纸张倒出来。然后拿一张小纸张捏成一粒小球，重复这个动作，把全部的小纸张卷成一小小粒的小球。现在把全部的纸张都卷成一小小粒的球后，我们就开始从材料包里拿出黑色的卡片，还有白色的圆形。现在我们把圆形粘上，把它粘上，然后在上面放一层的浆糊，再把刚才你们卷的小球粘上。这样我们的月亮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打开材料包，把星星拿出来，把一颗大星星拿出来，先把这一颗大星星粘上，接下来我们拿出小星星，把这一片黑夜的天空粘上小星星。拿出一颗小星星，沾上浆糊粘下去，再来把全部的小星星粘上，就完成了。
现在我们的黑夜的天空就完成啦。接下来我让你们唱一首歌。就是我们今天的首歌，拜拜，我们下一堂课再见。